行，等一下，等一下。啊，你怎么了？对不起，我不应该在不适当的时候出现破坏了你的好事。误会了，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误会了，我亲眼看见他是怎么亲你的。你以为我是瞎子啊？啊？你听我说，念青，我刚才睡着了，我真的，他是我的前任，我们现在没有任何关系了，真的。前任？对。你说的在巴西的时候和你分手的那个女的，冰冰没跟你说。 没有，是我不让他说的。青姐，你要怪就怪我吧，是我不让冰冰告诉你的，因为我怕人际关系太复杂，我在你公司上班，你有所顾忌。其实是我想太多了。没有没有，你们的事嘛，干嘛要告诉我呢？啊，慢慢吃啊，我先走了。叶晴，你相信我，不是你想的那样。 真酸，你回家吧。你放心，我明天就会跟晴姐把一切都解释清楚。没必要。这些天，我会忍不住一直在想，你到底爱上了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我甚至把冰冰误会成了情敌，你觉得可笑吧？ 自从我进入晴天下和你工作以来，我每天都过得很充实。我也认识了很多优秀的女孩，交了很多好朋友。我觉得我的人生也升格了不少。安卓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也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女人不能把一个男人当成她的全世界。 我是晴姐，我想你可不可以坦白地跟我说，你跟沈方舟的关系，你来我公司做事是为了什么呀？其实我就是想接近你，我想知道沈方舟到底爱上的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人，为什么我用尽力气都无法挽回，他究竟比我强在哪里？现在我知道答案了，我输了。
你并没有输啊，是你想错了。说真的，一个女人根本就不应该为一个男人而改变什么呀。这样，你不但会输，而且你失去的会更多。是啊，我体会到了。这是请柬你交给我的，我输给你，我心服口服。所以我也知道。 我没必要在公司继续待下去了，我现在就向你辞职。朱莉，谢谢你对我的坦诚。我也想坦诚地告诉你，沈方舟对我的感情，我也是最近才发现的。你能相信我吗？嗯，我相信。而且，我跟他是绝对没有可能的。我已经拒绝他了。 其实我觉得你没必要这样，他挺好的。我相信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了。我觉得我跟沈方舟没有那种恋人的缘分。但是跟你呢，你为他来到了我公司，我们也算是一种缘分。你在我公司做了那么久，我觉得你这个人非常聪明，能干。我真希望你可以继续留下来帮我。 而且，直觉告诉我，你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人。晴姐，你真的把我当朋友啊？当然了。那我真不走了。必须的。谢谢你，晴姐，你原谅我这么大一个谎言。先别说谢了，明天。 还要跟我去法院呢。嗯，晴姐，你放心，我们必胜。必胜。明天见吧。明天见。晚安。晚安。 安小芳，艺名安吉拉，素。 秦天下经济公司经济关系解约案，第一次开庭。何念晴对安吉拉的经济服务和工作管理性质是扭曲的、错误的，方式极其粗暴，完全为了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剥夺了安吉拉作为一个普通人应该享受的正常生活。